我抬起头，这一秒钟呼吸像做了一个很久的梦，我睁开眼看到你的面孔。哦，没想过第一句要怎么说出口，这是我没理由却遏制的冲动，在朝日花海中想念你相拥。我诉剧情坐下这个位置。哎，鸟鸟，你是不是那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武星老师？是是。哎，鸟。好，完美，可以，我觉得应该。我出来看看啊。好，谢谢。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停留，他们总是向我挥手，没想过说再见是我为数不多的笑容，像黑暗无限延伸的夜空，别流星划破刺痛啊，只有你可以熄灭我留作纪念的烟火，长大后忘了要跟着风极限，最幼稚的告别，好像爱听得见，落下的地平线会越来越遥远，连接着想念。好像还听得见，落下的地平线已越来越遥远，连接。